经微亮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，碰触着你的地方刻下纠缠印痕，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着句点，思念在一瞬间倾倒地平线。哎，快看，写的什么？悬赏令。哎，给我念念。玄门鹤女宴回，刺杀国主，特寻勇士捉拿此物，取项上人头者，赏千金；夺回青丘秘宝幽冥符者，赏万金；诛杀宴回并夺回幽冥符者，赏两万金。哟，两万金呐！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没想到，我竟然是最便宜的。旁边有个人戴着粗制滥造的头套，想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他不会是认出了我，垂涎我的赏金吧？待在我身边，别乱走。嗯。长兰让青丘众人误以为你杀了大国主，而根据白小生之前说的话，真正的大国主陈毅并没有死。若能找到陈毅，长兰的谎言便不攻自破，你便能洗刷冤屈。可陈毅究竟在哪儿？白小生呢？他醒了吗？他或许知道此事。他怎么睡这么久啊？什么都没办法问。集市上有种药草，可治昏睡之症，或可让他醒过来。也只能试一试了。哎，龙主20年前不就因为轻信玄门女人而受重创吗？如今竟然又喜欢上了一个玄门女子，还是如此穷凶极恶之人。哎，如此不辨是非的龙主，实乃我们妖族不幸啊。是啊。哎，老板，劳烦给我一株醒身草。客官稍等啊。我这就给你拿。来，拿着。哎，哎，你们是？我不卖，我这治病救人的草药，怎么可能卖给玄门的凶手？啊，玄门凶手？这就是杀害我们国主的那个玄门凶手。就是他，就是玄门凶手。就是他，他不是凶手，不是他杀的，他把龙主也蛊惑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我虽然没有本事抓你，但我却有本事不卖给你东西。当然了，你也不配做我的龙主，我就是烧了他，我也不卖给你。别杀了，钱留下，走。走。通知的是我，在他做什么？有能耐冲我来！等等！别打！别！走开呀！
脸蛋呢？脸蛋呢？我的脸蛋呢？你的脸蛋不是在你自己脸上吗？哎呀，妾身就是为了那姑娘漂亮的脸蛋，结果你却把她给放走了。嗯，怎么？你不会想拿你这烂脸来陪我吧？谁脸烂了呀？你才脸烂呢！哎呦，你是要容颜没容颜，要打扮没打扮。哦，这还带了一朵什么花？哎呦，装可爱呀、啊！有俗度，简直脏了妾身这七彩琉璃的眼睛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啊、哦，妾身这旷世的容颜。哎呀，看妾身这嘴唇，薄一点呢显得薄情，厚一点呢又显风尘。看妾身这鼻梁，哎呦，高一点显得刻薄，矮一点又显敦厚。妾身简直爱死我自己了。嗯，只有妾身这样的容貌，才能配得上那世上独一无二的玲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妾身把你留下来也没别的事儿，你要是想活命，就让那玲珑赶紧把你休了。我想做龙主夫人。山上有一朵雪莲，当作群山枕边，他们说一生千年，有他就得到了永远。他在他的石海留下了九颗星星，可真是情深如海。如果我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对待，该有多好。嗯，我将他抢过来，便也能得到这样的深情了吧。你说这个淫货到底什么来头？这路子怎么这么野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如今被黑河园影响，我并未看穿他真身。装可爱，简直脏了我这七彩琉璃的眼睛。世间的妖怪或多或少会保留化形前的癖好，他喜欢的害怕的都会不由自主地表露出来，若能知晓其真身，便可对症下药。知晓真身，轻松对症下药。是荧惑之前透露出的蛛丝马迹。那你都发现什么？你看啊，他名为荧惑，对自己容貌极其在意，又喜欢亮闪闪的东西。更奇怪的是，这里明明到处都是灯箱，却没有一个被点亮，而且他还会用丝来绑你。或许是化茧成蝶的。这荧惑的前身其实是一只蛾子吧？应该就是，可此时无法制服他。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原始且不用灵力的办法，说不定可以制服他。你们俩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是谁休了谁呀？你这个扑棱蛾子，赶紧把我们给放了。哼，你没有搞错吧？这放可是放不了喽，妾身必须要他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，留下来陪我。你做梦吧你！你才做梦！只有妾身这盛世容颜，才能配得上他。哼，你配把锁再配个钥匙，你都配不上他。你才配不上他呢！哼，我现在就要摸他了。敢动的你试试！我要亲亲。你敢亲他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啊！你敢碰他，我剁了你的手。你敢看他，我挖你的七彩琉璃眼。哎呀，我好怕怕呀。你以为我真怕你啊？
你在做什么法？结果就放了本生了锈的破剑，就想弄我？没门儿！我就是要，当着你的面，你看他，把他转过去。你以为你可以对付我呀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！哼，可以的话，不妨试试。好啊，那我就试试，试试吧。妾身就是要亲亲。啊，牙疼！啊，牙疼？为什么会牙疼啊？你主人清白都快没了，你快给点力啊！铁龙呀，你就算头出血了，你给我忍着！牙能